嗨，大家好，我是威力，欢迎来到威力穿搭中的频道。好久不见，前一阵子有一些个人的因素，所以没有分享太多的穿搭单品，但是我还是持续有入手三宅一生 Home Preset 的新品。最近三宅一生不管是男生的 Home Preset 或者是女生的 PP， 都可以说是一开卖专柜就卖得差不多了。那三宅一生这个品牌在台湾比前两年的热度真的是越来越夯了。今天我就是要来介绍上半年度我个人认为最好看的两件 Home Preset 的春夏季的外套，再不分享的话，那这个春天就要过了，夏天就要来了。OK。那先来介绍三宅一生 Home Preset 的品牌特色，每样的单品都具有三宅一生独有的皱褶加工技术制成的设计，每一季也会发表季节特色的新款色系，也因为皱褶设计的特色，整体的版型穿起来不会软塌贴身，能保持原有的版型，那材质上却是轻盈舒适有弹性，我觉得超级适合我们这种肉肉男的穿搭单品，可以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啊，或者是利用皱褶设计的视觉效果，创造出更多样化的穿搭造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我频道之前拍摄的那两部介绍 Home Preset 基本款的外套还有裤子的影片。 OK， 那我们就来介绍今年度我最喜欢的两件春夏季的 Home Preset 外套吧。首先来到第一件，就是水灰色的宽版外套，这件外套的版型是属于宽版的造型，皱褶设计也非常的特别，肩膀到上胸口延伸至袖长的部分是采用的直式的皱褶设计，下胸口以及两侧延伸至下背的部分的话，只是采用斜纹的皱褶设计，那直条跟斜纹转折的皱褶设计可以让领口自然的呈现 V 领的造型，能有效的修饰脸型以及身形，另外下摆左右两处有束口的设计，这一点的设计非常的好，可以呈现整体的利落风格，超级推荐这款外套的版型，真的非常的适合像我们这种肉肉男。那这个系列总共出了四个颜色，黑色、橄榄绿以及水灰色以及花黄色，这四个颜色都各自有不同的穿搭风格，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三宅系列的灰色系的单品，三宅一生 Home Preset 的灰色系都带有清爽的高级质感，非常的适合春夏季节的搭配，可以从之前介绍基本款的外套来看，我也是挑选浅灰色的基本款外套，那我今天介绍的季节款的水灰色会比基本款的浅灰色偏蓝色或者是偏亮一些哦。那外套的尺寸的话，我是选择最大的尺寸 size 4的部分，那其实版型3或4对于肉肉男的我都是穿得下的，那我考虑的其实是衣长哦，官网 size 3的衣长是72公分， size 4的话衣长是75公分，那我的身高186公分的话，搭配 size 4的衣长会比较适合呈现一种随性的风格，那如果我想要呈现一种利落风格的话，它的下摆处有束口的设计，所以呈现利落风格来说，利用下摆束口的设计就可以呈现出来，可以说是一件外套可以驾驭两种风格，这种外套很难不推荐给大家吧。以下呢，我就提供有兴趣购买的朋友更详细的型号资讯，它的型号是 HP31JC110， 我是在国外的电商 Essence 购买的，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台湾专柜一开卖，如果没有去抢购的话，基本上很难抢到喜欢的款式以及尺寸哦。国外电商的价格是665块美金，那目前还没有折扣，折合台币大概是20600块，其实价格跟现在台湾的专柜原价20300块其实差不多，再来是这个价格国外电商它其实是免运费，那免额外关税，所以购买起来的话其实是跟在台湾专柜原价是一样的价格。 OK， 接下来要介绍是我近期超级喜欢的一件外套，那就是白绿色系皱褶印花宽版外套，这件真的是我超级喜欢哦，近期穿出去蛮多朋友都蛮喜欢这款白绿色系的印花外套，这件衣服的版型跟刚刚介绍的水灰色宽版外套的版型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版型的设计介绍上我就不多做重复的介绍，但这一款最特别的就是白绿相间的印花设计，这一款官网指出最特别的就是白绿相间以原棉为基底构想的印花设计理念，那这一件的单品真的是风格感非常的强烈，上身搭配之后很难不被多看几眼，真的我穿出去大家都会
询问说，请问这是哪一款的外套啊，哪一个品牌的，询问度真的蛮高的。这个系列总共出了三个颜色，第一款就是白绿色，第二个就是紫蓝色，那第三个就是黄蓝色，三种配色的印花都各自有的特色以及风格，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在春夏天搭配像这种浅色系风格的单品，所以我选择的是白绿色的款式，是认为最和谐也最适合春夏季节搭配的印花配色。这一款的型号是 HP36JC160， 购买的来源我一样是在国外电商购买的，价格呢是$915，对，你没听错。这一款的印花外套虽然跟刚刚水灰色的版型是一样的，但是在 Home Preset 里面，你只要有特别款或者是印花款的话，它都会比一般的原色款的价格会再多一点点，$915折合台币的话，大概是28000左右。台湾专柜的原价是30300块，我在国外电商买28000块左右，大概是台湾的价格，打95折左右。以上这两款，毕竟在台湾的专柜也买不到了，所以我在国外的电商看到有这两件外套，还有我的尺寸，那我就原价入手，我也觉得蛮值得的。这个价格虽然非常的昂贵，但是入手之后我完全没有后悔哦。这两件外套的质感可以说是完全的符合这个价格，相信有入坑 Home Preset 的朋友也非常的能够体会像威力我入手这两款外套的心情吧。那以上呢，这两款就是这一次威力要分享给大家的 Home Preset 2023年3月份春夏季新款的外套，这两件的版型以及色系以及印花都是非常的推荐给肉肉男以及推荐给喜欢 Home Preset 的朋友。那两套呈现的穿搭风格也各自的不同，虽然台湾专柜也已经买不到了，但是还是可以在国外电商或者是 FB 的社团去找看看。如果喜欢这次 Home Preset 外套或者是其他单品推荐，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那喜欢三宅一生的朋友也可以加入这个全台湾最多人的 FB 社团。版主说创立社团的宗旨就是二手商品把自己的旧爱变成其他社员们的新欢，社团的风气其实也蛮多人分享三宅一生的穿搭，让我们一起跌入 Home Preset 有毒的坑里面吧。 OK， 那最后喜欢男生穿搭的朋友记得订阅这个频道，还有 follow 我的 IG。 那目前呢，我的 IG 最近也开始陆陆续续分享一些穿搭的短影片，所以想要看到这两件宽版外套的穿搭分享，也可以到我的 IG 的短影片去做观看。那我是威力，下次见，拜拜。